好像是碰到水汽之后就会结霜吧，光是油应该是不会结霜的。今天超级高兴，超级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那个弟哥，第一个是弟哥来吃饭啊，对啊。那第二个是我今天还有一个十几岁就相处的好朋友，他也来吃饭，对啊，都感到非常高兴。那感到非常高兴之外呢，我又看到人家那个什么 Google 评论给我一个恶心，啊，我是要骂你吗？我不会骂你，我只觉得你很智障，你知道吗？好喝哦，我的啤酒超好喝的。文胜哥好。我们呢，在这个环境里面不断的打拼，不断的拼搏，为的不是你要给我复评啊。如果今天做的真的不好，你给我复评就算了。最近呢，还有贴我什么新闻照片啊，好，然后什么复评啊，有的没有的。哎，你要我骂你吗？我不会骂你啊，真的，我打从心里哦，为你感到两个字叫可怜，可怜的人。哎，天哥哎，天哥，你有水果吃一下吗？水果。我从来小明没有说，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面呼吁大家一定要拜托、哦、帮我推一个好评啊，好给我个五颗星啊等等，不会。私底下有啦，私底下说就是说，因为实在被杀得很厉害，特别我的烧肉店，我从他妈的4.9被杀到4.1啊，我走心了。我没有走心啦，我走哪里什么心，我的心永远都在这边。 My heart always go on。 哎呦，徐正家要出去喝酒了吗？哪一家店没有了？我要回家了啦。对啊，很久没有运动了，看成这个样子，可不可爱啊，可不可恨啊，可不可恶啊。从来不会把说恶意给我复评的呢归类在管本这个范围里面，我觉得那样不对啦。我也跟金刚刀讲过说我不应该这样分类。今天谁任何人都可以来讨厌我，他也照样好，任何人都可以堵拦我。你如果堵拦我呢，就来我版面留言嘛。哎，宝山，你明天回花莲哦，辛苦了，赶快回来。昨天半夜打给你就不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今天来吃过我的料理，吃过我的店，你有什么不满，你给我一颗星、两颗星、三颗星，我都欣然接受了。啊，你们这些不管你任何什么粉啊，先这样做之后，你以为我都找不到你吗？网络就是这样，没有人肉搜不到你的，只是我不愿意这么做。没有没有，那个不是管粉，那个就是酸民啊，那不叫管粉，对啊。或者我还是恢复一下就是好了啦。
2486，28啦，干。哦，宝藏，你月底要回来哦，恭喜哦，赞哦，社会等你很久了。还有人那个在 Google 上面问我什么堂口，哪个堂口要叫人来拜访我的？真的是，你笑破人的嘴，你知道？你免叫人来啦，你爱用干，你家己来我等你，我十七分等你啦，啊！我又无固定店啊，你若要找我，足好找啦。你若入来，讲叫店员讲靠，小明叫伊转来，我就是转来啊。记得多带两把枪呢。没有，宝兄，我没有骂脏话，我讲的是语助词。怎么骂脏话？看到你们哦，时不时去我 Google 评论他妈乱写，我真的哦为你父母感到安慰，你知道吗？没猜你老爸当初干你老母啊！我没有，我讲的是真的，我讲的是事实啊，不然怎么有小孩子？啊，谁你去讲出来？你也无在了面对我，你讲你写负面要从啥？恁爸母知道你用电脑吗？你父母知道你上网吗？我没有骂脏话，他爸不干他妈怎么会生他？你要试管吗？我有说错吗，简龙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耶稣，耶稣才是不用干就成。真的啊。耶稣只有一个。就是讲你们这些啊，酸民啊。你要秋花外去，没有骂人啊，真的没有骂人。对啊，我老婆在念呢，我就据实以告而已啊。嗯，我没有骂脏话，我那个不是骂脏话，那个是一个动词，还有行为模式。嗯，但是我不认为那个都是管粉啊，我讲真的。我们一直在讲这件事情，我会重复。我如果我碰到，我就会一直讲，不要把所有不好的都要归类在馆长那边。馆长其实蛮无辜的。我只能说呢，你父母没有把你教育好，然后到了学校。你的老师也没把你教育好，然后出了社会，社会也没把你教育好。麦芽糖安呢？麦芽糖我们要包饼干才好吃呢。你的人生真的只限于在键盘后面在那边跟我靠腰靠别吗？阿喜，你被气泡买来，我扁桃顶到我讲。哇，这还你呢 ！You are welcome， 真的要淡你啦，没啦。你赶快来看看怎么约啦。人家直播了啦，快起来了。几岁的人？你五十岁，带过一下好不好？不老，我说五十岁，不要再挑衅。很难看。啊，没有就没有再信到他啊，拜托。那你就知道他有病，就要他嘛。他有病，我要帮他治病啊。他就不去看医生啊！你越这样，越来越真的吗？对。不会啦，我从来不会说啊。你有看我直播的朋友，去我烧肉店帮我给个五星评论 ，balance 一下，我从来没这样讲过。当然有蛮多好朋友他会这样做，但是我觉得是这样。今天如果你吃过，你觉得好吃了，你给我一个五星评论，我欣然接受啊。他、啊、没有来吃，他、啊、结果这样子真的实在是太可惜了。
真的是年轻的爷爷啊。嗯，陈浩，你讲的没有错啊。哎，陈浩，你帮忙，我知道。小浩哥 ，Hello。我不知道你们在吃什么，谁的冰淇淋啊，什么蛙哥，到处给我乱写评语，不告你们，不是因为我吃杯，是因为我不想理你们。你非要我告了你，出了庭再跟我道歉，我告诉你就是找难看。人生在世哦，民主婆哦，自己说过节。我请一个律师甲你告，我免开什么钱啊啦！你原来该赔我钱，你知哦？我是赚的啦。这是我上尾一次甲你讲，你若阁要安尼，我有律师，我就要告啊。卖过完啦、啊，再来讲，哎，头家你原谅我啦，我咧原谅你干你娘啦，吼、哦，别行到七步啦，是恁家己的选择，该想我清楚，真的吗？很紧绷吗？有点紧绷吗？卖当作你咪咧，电脑后边拢找你袂着啦。头壳较清楚的啊，不是我找你，是我平常找你啊。等到后壁找你的时阵，卖阁爱袂叫不叫原谅你哈，唔好家己找歹看哦。不用负责任，欧阳善治，那是我不想要他负责啊。你啊，龙啊，你咪堵人，你咪叫你负责啊。系啊，卖过来那边会拍摄啊啦，会啥小？宝川，那个不是绝路啦，是每天起床看到这些东西会堵人的。你是在和堵人啥小啦？你有材料，你来找我嘛，对不？讲迄落假讲的啊！你要挺上，你特别挺上，拢无人建议。来试看卖，我实在足期待的，你知道？别项袂晓啊，我别项袂晓，我唔敢讲我会晓什么呀、啊。啊。要跟我冤家哦，我无咧输人个啦，好不好？试看麦，我等你哦。